大家强叔朋友好，现在站在葵厝广场，叫做平民天堂，后面这个店铺成交了1600万，下面另外一个店铺成交了1500万，今天看到有两个不同的成交。这个就在二楼，是叫做邓妈妈，成交了1600万，使用面积大概244尺，建筑面积498尺。看看附近呢，原业主2002年用450万买进来，此货12年升值了255%。葵涌广场好多呢，此货好久的都是赚好多钱，因为葵涌广场你看到人流是好多，也通往过去回放港铁站，所以这个店铺成交了1600万。那另外一个店铺在地下，就三个租客是做 nail 美甲、早饭店跟中医，成交了1500万，刚刚成交了。那个大一点是建筑面积713尺，使用面积338尺。那原业主那个2010年1000万买进来，升值了50%。所以呢，葵涌广场你知道是分开4层，总共90年落成的时候有600多个店铺，后来一直分干，分拆就分拆了多超过1000个店铺。原业主是发展商南凤发展，所以这里叫做平民天堂。当然如果这个是1600万，下面1500万，我觉得下面就好好多了，下面一个吃分位置，这个是大概5分的位置。好，恭喜买家，记得在香港买不就不找我生活消费基金创办人林根信，谢谢。看看地下1500万成交，大单边的位置，平面图图纸，这个二楼这个成交了1600万，座位那个邓妈妈的位置，这个平面图，恭喜买家。